见钟情的场面，就是可能就是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，突然一下刚刚一抬头的时候，就是深深的一抬头就发现彼此凝望的凝视的目光，然后可能在那一秒就那样就喜欢了吧。是最毒者撒娇。张艺兴，嗨，你好。你好你好，绯闻女友。什么？张艺兴，等一下，差点把我赶回家，刚才那现在晴天与你紧靠，把烦恼都变成气泡，别人猜不到，让你知道，因你就是最好。想与你分享拥抱，感觉你心跳，你有专属的味道，心情静一躺。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，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笑，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，因为我已经找到。我们的缘分刚好，不许别人打扰，谢谢。没事，后面有我挡着你。您会弹晴天吗？怎么录的这个？当然是。哇塞，星哥你太厉害了，你咋啥都会？不，会的不多，全能而已。你就结婚了。一阳子也没男朋友。余生请多指教。